你去过板桥，那就没有吃过他们的虾子。不要说你吃过最好吃的泰国虾，嗯，超级香的，还有盘呢，满满的虾膏，嗯。每次呢，我喝酒想买下酒菜呢，虾丁他们绝对是唯一的选择，因为 CP 值很高。哎，好想吃噶，好想大鸡哦，跟我去享受吧。还有夸张不？这三道虾子呢，就是我平常常点的口味，每一只都是这么的大只 ，OPS 又非常的饱满。我是土生土长在地帮丢郎啊。要说我前面的这些泰国虾呢，排名第二的话，全部得一名了。这些泰国虾呢，都是虾界里面的爱马仕。这个是呢避风塘的泰国虾，这是奶油香蒜的，这呢是剥皮辣椒。这三个口味啊，你在外面是根本都吃不到的，只有在虾丁可以好好的享受。哇，尤其这个避风塘的，光这个蒜酥跟那个豆酥啊，哇，撒满整个虾子，真是霸气啊。这还有虾膏，嗯，超级香的，还会弹呢。它炸得太酥太碎了，你可以直接吞下去，根本不用把壳吐出来。这个壳会这么好剥，是因为它都是最新鲜的虾子，剥壳之后呢才会这么样的容易。啊、哦，哇，升天了，太好吃了，奶油香蒜的，为什么奶油味这么香啊？再沾一点它的酱料，哦，那个奶油起司味道太浓了，一下在嘴里面这样整个炸开来。再看到呢，他们这边独门的剥皮辣椒虾，哦，微微的辣味，夹到这个刷子停不下来，你知道吗？海鲜一定要吃青叶，这摘地群要够连屏东哎，晚上才到台北来，这中间呢没有经过呢任何的这个抗生素或是打药啊。运到这边来之后呢，立花桃井在水池来这些巨型东西逆渗透最纯净的水。立花，这个纸袋爱马仕最独特的 orange， 他们泰国虾绝对在虾类是爱马仕的水准。哎，董哥，嗯，就为了我把起来嘛，把这两个敲给了。我们的泰国虾哦，每天从屏东离港直送，凌晨三点多哦，还是活跃。为了新鲜，所以秉持原则每天直送。啊，我们的食材料理完全没更比手，天然的雄厚了。对对对对，那每一只虾都是严选，所以你吃的东西跟一般的外面的泰国虾完全不一样。爱食阮的虾的朋友吼，阮是北市有五间店，板桥新庄、永和土城、北市。啊，阮即卖又搁开放加盟，想要加工加盟朋友，电话加。哦，加卡里吧。好啦好啦，你讲上车，我等。啊，我秘鲁回来。秘鲁来，秘鲁转。